撞你了。我说你有被喷射，你有被喷射机撞过吗？被撞过一个声音不在这了吧？开炮！哎，没有没有开炮。哎哎哎哎哎！我被肾脆破了。啊！哇！一次倒两个。哇！他抓 ATC， 他作弊。我不应该跟杰克站在一起的。哦，大炮！哦，大炮！大炮！啊，冲我一个啊！我惊啊！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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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我会，对对对对对，会追一下哦。不要输！阿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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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哦，哇靠，是啥小哇，就这个啊，掉落物先捡一下、啊、睡觉了，睡着了，睡着了，睡了，睡了，睡了，我没有通知，我刚丢完了。上一场丢完，对不对？对，丢完了。我有记忆。胸口，胸口，哈基胸口。我准备喽！抬头自己看，换区域没事。这是什么？没有，因为他如果是盘旋的话，是代表他要空袭。对，看小地图盘旋的话是空袭。白嫖瓜牛。在发呆，放空。这一轮吗？哦，他会在这边睡觉哎、哦。这是他的巢穴哦。哎呦！哎，不对，我怕攻击范围太广了吧？叫声不行，叫声不行。瓜牛就在隔壁了，瓜牛在隔壁的合物。哎下，哎。啊！胸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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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胸口，来不及，背护。哇哦！我这腿伸那么长啊！可以。哇！倒倒倒倒倒倒，没倒，没倒，没倒，就一倒。对耶！我有挖尾巴吗？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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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喂呀！我这次是喽。呜呼！表示有没有喷射机撞？我被撞了一下。哎、欸，下面音乐音乐音乐！嗨！我走了，我走上去，我上去，我上去。太吸气了啊！没事没事没事，给他吸，给他吸，给他吸。我拿苦丢他。这个痛啊！靠背这个最痛啊！哎呦！喷射机耶，这台喷射机到底是……他快死了，他快死了，剩七趴。哦，太长了吧！
不，我在里面的。哎、欸、哎、欸，还好有爆手巾，有爆手巾，不用怕。赶快打死他！赶快打死他！杰克划不到我。啊！慢一点。哎、欸，他炮口往下、欸，哎，我在石头底下。啊！你怎么在这里？不太妙。哦呦呦呦呦呦！还以为是不见的，没了。哦，冷酷失败。哎、欸，我回来了。哎、欸。哇，喷射机好可怕哦！然后拍一个高难度边会龙，哇，活动的，没有是只要打赢这个都会有个高难度。哦，是哦，对，有大招的时候会显示右边会显示天会龙袭击。哦，嗯，啊，那个就是飞扑或者是反击招。对，我回家遇。日々鍛錬。来验血统咯。我没有。没有。有什么亮亮的宝玉啊。没有。有偷到一个不知道谁的龙玉。就是一般的龙玉而已。龙玉哦。对。有红龙跟小龙都有。等一下哦。哦、我换双刀了，光光，来，我接。ご用件をどうぞ。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属性也太冲突了吧？彼时高速化跟钝器能手，对，这两个也太冲突了吧？哦。此为未开放的任务，即使完成任务也不会被人完成。哦，一百，这是一百的、啊，就没差。嗯，先打材料。嗯，而且这打一打也可以练金。我还有一颗，我还有一颗他的宝玉。不行，我还要。你过太爽了。我还要。你知道他今天下午对我说了什么？欸，昨天啊，没关系，繁星我陪你说啊。你说都说走说走，结果不见了，我去打风之谷了。啊，风之谷那边有人找要打漆黑我。看一下，我打怪力，完了，这个财运术。我们有没有反击催眠？可以看一下这只的装备强度，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就很棒啊！现在看得到吗？对呀、啊。哦，容器活化是什么？那个会啊，就是这个哦。对，血量80%以下，这个效果。实力逃生。哦。处于异常状态下，攻击力提升。哇，它都是被打或是残血才会强化哎、欸。嗯，然后当然还会搭钢龙的啦，就是会慢慢回血，而且又很硬。我看一下它的笛子，
手部特别好用。对，他的手很好，好像是洛特二吧。洛特，对，洛特二，对对对，右心做手。超冲突。就是他的手，然后金狮子的脚。我的聊天室哦，好。你说哦，男主。帝王帽也不错啊，看破哎、欸。完了，耐心全都负二哦。就你，如果你80%血量以下，你就会变成正的。哇，这个很硬哎、欸！全部如果这样套一套是负，全部都负十，然后龙耐15。哇，就是要触发他的那个什么龙力投塞什么的。对，抖音装。哎、欸，有人一百等呢、嗯？没有，还没吧？哦，那你们看一下，可怜的羊，喷射机，但是预设这张地图啊。对，一开始你们接的时候会是这张地图才对。哦，所以活动还是随机地图这样子？没有，我刚接的不是活动。好，我刚也是接，就是上位任务，刚好选到这一张啦。好，然后打一打会换地图。嗯，怕两玩家打腻。绝望之心，绝望喷射机。嗯，他这次跟日本的主题好冲突，应该没相关吧？还是只是以前的龙？人气魔物，之前那个大剑有一个大剑的样子，就是那个、啊、效仿他的。Nope. 那个什么喷气剑那个吗？对对对对，那个什么猎人的梦想那个吧？对对对对对，猎人梦想没错。我怎么都往那边去啊？我骑车啊。对耶，你看跟着我来。跟错人了。剑城辣妹哦。回归很显高，他够帅啊！哎、欸、哎、欸，大哥，不对，哇，欸、建成辣妹，我忘记补吃那东西了，我回去一下，好。辣台妹，辣台妹哟！我走错了，我走错哟！我没带，嘿嘿，哎呦，就切一下尾巴嘛，切一下嘛，叫你切尾巴，叫你切尾巴，你们要切尾巴，给你们切哦，给你们切哦。哎呦喂啊！你让我说那么远，带回家里。倒了没啊？倒了没？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切啊，切啊，切啊！哎哎哎！必杀技怎么了？太远了，他越打越远，然后我在那边鬼人舞。我很抱歉。没事。我走，好了，我的斩裂差不多了。哎呦，断了断了，赞，好棒。哎呦，蓄力，哎呦。哎呦喂呀、啊！哦，他落点在这兒，哪里？翅膀的连接处。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的耳机一直缠到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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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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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哦！哇哇过了！我被撞，可是没事。哦，这不愧是他自己做的装。哦，你是全套他的装哦？对对对，哇，我双招是全套他的。你好狠哦！你也搭个钢龙嘛？钢龙还会回血，我这样搭比较嗨啊！快！赚到了！超龙了！点落物哦！我看一下他的攻击哈，让我看一下哦。呜呜呜！你按后重击是什么？会开炮吗？后重击！哎呦！很热机耶！再喷一次，再喷一次！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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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等一下换场再挖吗？怎么同时跑去挖了？我先找好位置啊！没有，我捡那个啊，雪球。我回来了，麻痹呱呱！哎呦，我还你！为什么整个是龙密宝？哭哦！啊，头破坏了吗？是头吗？那封起来转移阵，打胸部，打胸部，哈哈捏捏，1400，就是胸部破掉的东西。哦，你就想想，人家在打喷嚏，你突然捂住他的嘴巴。哦，内伤内伤，对，就内伤了，他爆了。剩三十吗？好，剪一下电路，剪一下。挖尾巴，挖尾巴。我在哪里啊？在水池右边，右转，右转。他蛮不明显的，他有一步插在泥土里。这么说，你好像很懂哦。当然懂，那可是宝玉哎。啊！好多掉落物，这掉落物都是沸腾的液体。为什么只是尾巴、啊？讲话、啊、哦，尾巴一根，吓到我了！哦，龙尾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一根龙尾巴。山猪不要命了、欸！不要命啊！这游戏最萌的哎、欸，真的，最强的环境生物。啊！来不及闪。这样有房子，有房子，有房子，有房子啊！房子是紫湖的、哦，小心哦！抓狗的，打他！他内伤，哦，来不及内伤。哦，我要内伤了。
什么东西？人法增加伤害之术。哦，后面好亮！我刚刚他开炮的时候，我直接滑进他炮里面。哦，你还没事哦？我没事。不会有龙挡掉了？不愧是有荣誉加持。可是我刚刚画面整个是红色的。他怎么都只空袭一次啊？通常都一次。哎，我那时候玩都两次哎。你打太快哦。破坏。啊，兄弟，打奶奶，打奶奶。来不及打，我再回血。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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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换枪！啊！没有，他把我指挥的包子撞掉了。拆家，拆家！好可怜哦，躲在墙角瑟瑟发抖。哎呦！你吓死了！吓死！我跟哈基的画面，我跟哈基画面。哎、欸，等下哈基，我们两个接那个，接上画面。直接转进他的大炮是正中间，还好大炮直接被人家打掉了。对，哎呦！跑马灯，跑出来了！人生走马灯，什么？这什么啊？靠背，用来吃这个不错啊。有人飞上去了，挖矿啊！上面有矿。藏在笼子里面哭哦。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掉落物？点点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去了。有炸弹瓦斯挖。今回はここまで。我被我刚刚放的炸弹瓦斯吓到了。哦，真荣誉！太扯了吧！荣誉了，有了。太扯了吧！我结算没有，但是我刚刚在挖的时候有。还是要哭了，还是要哭了。哪有人三场都毕业的？两场毕业，那你要看 全部的装备能不能做完啊？基本上应该是三场左右。有人不想讲话、啊？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肚子在痛而已，胃绞痛。就。收刀术哦，这个好像很想，但是没有动。收刀术二，耐心回复加速。广运元太古麻痹。这么难打的一颗玉才110的点数而已哦。嗯，你要拿去练哦？没有啦，我只是刚刚我看到，我吓到。哇哦，很会挥霍你。翅膀不够。哦，原来这套装是天会的，
想说那时候就是有跟那个观众一起玩，为什么那个他们的魔物都看起来红红的？原来是天会的妆。看一下。我插翅膀，天会的翅膀两个跟爪两个，就做完了。先做一套，到时候应该。我来啦！天会的新魔怎么样？龙鳞两个，背肩甲两个。天会的青龙没有强力，没有特别强的属性吗？还是他是要改过之后才会强？我是觉得他的双刀很有趣，他就是白斩，然后举斩。哦，中间没有其他斩。对，没有其他斩位，可是打龙属性的、啊。诶、欸，你说是？天会啊！我看到，看到了。我真的觉得我这账号这次很惨。嗯，世界都没那么惨过。大大大优惠，有报酬金哦。好。红耐性防御大，加上什么叫做又剩我一个？听起来太难过了。看看我们猎了几头天会龙哈。哇，十七头！要素材。容器玉一趴两趴一趴三趴破坏头部三趴胸部一趴获取素材一趴一趴尾巴、欸、身体一趴尾巴三趴道具有带齐吗？有，等我一下哦，看一下猫猫。嘟嘟嘟嘟。很虚的雪地吧，哦，然后我们的血量啊，后面不是要隐藏的格子，那个是要吃秘药吗？还是？嗯，长颈的那个也可以啊。对啊，这是长颈的鸟啊。你有时候不是会有那个吗？床上那些鸟。哦哦。对啊，那些会慢慢加。摸那些鸟去哪？对。没有人要去找他的意思吗？我先去摸些鸟。有差，有摸鸟有差。好扯哦，公然摸鸟，摸一摸，他自己让我摸的。摸一摸身体健康，呀不是，你们怎么在那边？我来了，我来了，我也来了，我也来了。我这么晚叫，哎、啊，你怎么不叫？我要做反击了！请问哈基这是挖矿路线吗？不是，拿鸟路线。是天会龙有银冠，
哦，大吗？好像是大银冠。我来了。有了，哦，我的血量拉蛮高的。等一下，八戒切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以八戒切一下，棒！等一下，等一下，以八切一下，以八切一下，不是，不是，以八啦，以八啦，不是陀啦，以八。哦，谁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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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是你尾巴不要藏在里面啊，这样打不到啊！出来！哦哦哦！干嘛？哎呦呀！送你一招。要找谁吗？不用吧，那么远，直接打吧。你要试是不是？可以开炮啊！怎么开啊？他因为刚刚没有红啊。哦。刚里面没有红。哦。像那个谁，怨虎龙，如果全身发紫光的话，也可以那个啊，用尾巴射。哎，他消气了，他消气了。那我还可以开吗？哎、欸，可以啊，是可以。好玩，好吧，你撞吧。啊，摔车了！哎哎哎哎，那开炮啊！哎哎呦哎呦哎呦，危险嘛危险嘛！危险危险危险！看我表演，看我表演，让休息一下。断了断了，尾巴断了，断了断了，哎。换地方，换地方。尾巴，尾巴。天慧龙的尾巴。哎呦！喷射，喷射，喷射！跑了，跑了！哎、欸，我不在，我不在，肯定不是撞我，撞我我就也没办法。我不是撞谁啊？我。繁星。我没事。哎呦！喷嚏，打喷嚏，快打喷嚏！啊，闪看看，有用吗？没用。好像是蓄到力了。得到了，好了，哎呀，哎呦，对，只要不是打在肉顶上，就感觉很不痛，对，一定要打肉顶，超硬，伤害超低。哎呦，自射击！让黄鱼平水哦，太少繁星哎、欸！
胸部砰那种。爆了！你想一下哎、欸，我队友三打宝玉哎、欸，你打我队吗？小心魔物讨伐！什么小心魔物讨伐？我也不知道，很碎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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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这个打哟，啊痛！好像很危险，不少要瘦身了。这里，飞走了，飞走了。不管。躲避比较快。有没有什么掉落物啊？看起来是没有。顺便补个子弹。嗯。哎呦，隔壁在打架。好了，废物。哎，他可是双刀好伙伴。送到闪快，那么打的不要不要的了，还打哪样？哎、欸，我那第一层的地方还被砍到，中树中树，哎呦没事，躲在树后面没事没事，吓树人。啊、怪怪的！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开炮！怪你怪你死光！哎呦！哎哎哎哎呦！我知道了，我要离你们近一点。外面说打我，要打就被一起打。对，哎呀，对了，喝水。没有，没事，没事。踢腿十区回家。喝水，喝水。顺便补子弹。其实我们跟天慧龙的速度差不多嘛，回家的速度。对啊。是吧？他送你回家速度也是啊。对，差不多，差不多。滑到我差点，哎呦！哦，冲刺！
我真的是觉得还针对我。哦，又杰克先倒了，哇，回得好快哇！我感受到速度了，天辉老师，谢谢。三点一线，我感受到了。你就说吧，酒驾的没事，路过的都出事。他蓝蓝的了，翅膀出招会转一圈，有时候不会转，有时候是捅两下，有时候转捅一下转一圈，抓那个扳机不好抓。哦，碎啦！你好棒，碎啦！他倒了，我好像看到他胯下个倒才倒下的，不知道了。刚刚好几个人死了，哇！是不是？是了。掉落物。我想说哈基怎么没有挖？这个位置不能挖。嗯。我说挖头位置。你在等我们吗？难道你又挖完了吗？不是吧？我刚拍正在那狂拔啦，拔完了。是个多可惜虾啦！哎，记得拍他哦。有在拍照了。谁家的音速小子借过一下？好，对不起，对不起，对。耶、yeah, ，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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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又拿到了、哦，有人要哭了哦。不会啦，我已经做完啦，不会哭了。好，对，除非做第二把。有什么需要用两颗吗？我装备一颗嘛，武器一颗啊。哦、oh, ，那可以。哇，我还是缺材料。背肩甲，可以再来。哦，哎，容易化。哦，我都那么奇怪。啊、我还没打过暴鳞龙。哦，你接你接。从来没有。先打回天辉龙啊，天辉龙打完再说。哦哦哦。背肩甲我需要两个，我需要再三个背肩甲。啊！对不起，要海亚神。我要卖出，就在那。力量解放装填耐久，还好。其实他任务名称不一样哎。嗯。假如是在森林的话，是叫蜜红鹤妖；假如是在沙漠冰原的话，会叫另一个名字。蜜红，蜜红鹤妖，蜜红鹤妖，蜜红鹤妖。哦哦哦！这个名字很多，或者这个名字我没有往那个不，我没有讲名字嘛，对不对？我没有讲姓啊，我没有讲姓啊，我没讲姓。你很敢哦！什么什么呜！你很敢哦！你不知道的是，你这样力宏敢哦！力宏很敢哦！看一下有没有报酬金啊？花生好树来了吧？战者三。花生好处是可以拿到东西，是不是？就是更多报酬。好处花生啊！不对，我要换衣服，换一套外观。
被引荐才差三个。哎，这我一起按姿势了。背肩甲，看一下，要破坏背，真是，然后连出去啊，对吧？你在干嘛？要不要来连线了？吃个饭，来搭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这是哪个、啊？那个设定姿势，洋葱姿势，对，姿势组合，姿势组合里面，应该在第一页最下面。动作吗？在倒数第二个嘛，然后聊天，姿势组合，然后最，你看一下吗？下面有个洋葱姿势。快捷键吗？还是等一下哪边？没有，你就倒数第二个聊天选项有没有 ？ESC 啊 ，ESC， 然后齿轮左边，齿轮左边的那个聊天的、有个姿势组合，这是什么、啊？这是相同姿势啊？我没有相同姿势哎，你没有打到、哦，那个要打的。相同姿势。好像没有哇，可以浮空哎！等一下啊！哎呦，你既然要浮空的话，不要动哦！你有千年杀什么之类的姿势吗？哎，怎么真的很难调哎？不行。有吗？成功了吗？等一下，拉进去吗？哦，可以喽。是组合。谁看错？好忙，好忙，好忙，歪了。我觉得那个摇杆的话上跟下键都可以直接有那个姿势拿出武器的。等一下、哦。招呼。请问这是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欸、你看我连发手把，我已经变成一个穿手套了。来，Go Go， 最后一场。我以为十二点了，好快啊！嗯，对。上面。啊！我的斩裂弹没了，没了。对，打完了。对，那个瀑布那边有，雅思跟我说的。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直接。等我一下下，你们先打。对，直接横去。你说真的是？我没吃饭，我先回去了。哦不，我被雷狼龙看到了。你还没想吐？哦，跳错了啊！下面是雷狼啊。对。对，我在前车，等一下这台车有点漏电。
那有点危险欸。对，我在处理他。差点被电死。哦，技工差点被修车那车子电死。对，我都想打电话叫同事来帮我修了。哎呦，这是天辉龙金色的金冠或，它是金冠，不知道是大还是小。看起来比大小啊，大只的，那应该是金冠，大的，看起来蛮大的，真、哦、到一只大的。啊，不是啊，我在上面看你要叫、啊，干嘛干嘛干嘛，我在上面看而已，上面有人。哦，好大只！有啊，有感觉到。哦，你看十万伏特，十万伏特，超贱的。他就这样一直变。对啊，我刚死在那只金色的那个雷狼龙身上。他就这样一直往后哎。好，好扯，好扯。他就真的一直往后，可是快砍不到了。我先回去补水。好。哇，三颗子弹打出六颗子弹的量，好爽！你的弹丸节约很赞哦。完蛋节约。红了红了。哇！啊，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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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舒服。他在你前面吼嘞，你真的很不怕哎、欸？先播，我怕死啊，怕死回家。哎呦！啊，滑到里面去了、哦，反击到了，反击到了，所以。等一下，等一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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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啊！他在对 ADC 动手。你等等，你等等，不对，不对。分伤攻击。哎不对，哦，死怪了。现在感电，打他！冲出去！加一个，可以包、哦，好，可以包掉落物啊、哦，记得捡哦。尾巴，沸腾的翼，沸腾的翼，沸腾旗。今天看到一个说鲑鱼长得像尼莫，尼莫鲑鱼肉，鲑鱼片的那个肉很像尼莫，花纹是很像，配应该是配色很像。哎呦呀，来炮，来一次。早安了，哎呦，反击到了，反击到了，哦，还有两箱虫，哦，早点撞撞，早点撞撞，哦，骑上去了，快点，你要试车吗？早点撞撞，早点撞一撞，哦，他也在试车啦，哦，试车玩一下，你怎么倒车了？你怎么打挡到车了？哦，这只可以玩一下，这只哎、欸，咬一下，咬一下，好可怜哦。哦，小心魔术加一加一，是呀是呀，剥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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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一下剥一下剥一下。大招轰！他应该剩粉了吧？剩粉，剩粉，速度也很快啊，很爽。三下，四九，
我最大血量怎么降低了？啊啊啊啊啊啊！喝个水，好了。哦，干嘛？哎呦，哎，不对，我反向，他一个反向，要不刚火是他突然转向，还好有反击，我打到了，闹水啦，没打坏，可惜，啊，我听到了枪的声音嘞。就我的手指头的声音。丢炮弹，至少不是开炮。哦，尽量吐很棒哎，小罐的这边大罐的效果。它是这效果是加成啊。对啊，你喝太多，它真的会跑掉啊。他受不了了。对，然后喝像那个谁那天不是杰那个允月在帮那个阿旺喝，嗯，然后喝了大概四罐，他就跑掉了。所以是连喝他才会跑，没有，就是应该是次数啦。哦，太过大招了吗？还没。你是个乖听会龙哦。你还特别大只。对啊。哎呦喂，买啦，不要啦。好，我就背对，我就啊，有没有坦克屁股背对你们？来照。Hello。Hello， 剪一下。哦，没骂三国，他们群聚。哦，趁现在，本土加三，哈哈，打啦，对，打，哎，弄到两个，哎，雷狼龙可以撤起了，雷狼龙，我来修，哇。围殴他，抄他，干他！哇，两只哦，两只哦，在弄他、哦，干他！哇，干他，干他，干他！我要打谁？干他！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靠近呢？管他的，我就打，反正我有自动锁定，交给他了。我闭了。走错人。哎、欸，他越推越远、啊。时间到了，哇，忘记了。他麻了。哎、欸，你不知道打背吗？背爆了吗？背部破坏了，背部破坏是翅膀。至少没有难一点吧。我跟哈基都只能滚背而已。等一下，那只炮狐龙是不是躺很久了？一起躺啊！刚刚我也不妙哦。哎、欸，恭喜！我看一下谁。跑啊！干又我！哇、哦，没事。其实没事哎、欸，伤害没有到想象中攻那么高。哎、欸，他说的、哦。如果你打高难度的话，可能血到四分之一而已啦，这样子不会急死。防炸。但是你防御力够了。对啊。对。我可以挑战高难度了。压下来就是会死的。没闪掉就是死。哎、欸，不过他是20%才空袭、欸。他这次很乖、欸。可能他比较大只，充气比较慢，蓄力要久一点。对，
倒了，剩一千。哦，哎呦呀！我来三点之间，谁要在我旁边？我跑远点。哈气了，哈气了。对音乐啊，对音乐。不是追我，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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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通气，来通气。哎呦，哎呦，哎呦，挖走了，三升八百死了。啊。他没有亮亮。嗯。通通拿去练兵，气死！气！翅膀。爪子没有了。他们掉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是没有。掉了物哎，我有。啊？我来看。哦，那边哦。瀑布下面的那个。对。哦，又一颗哦！哎呦，哎呦，我这次没有。我今天就挖到一颗耶，其他都没有。哎呦，原来提前喊哎呦有用。哎呦，后面黑是哎呦。我想说，我还在结算，还没到，怎么隐约先哎呦就跟着哎呦？哎呦，隐约。不客气。真可靠瓜，真可靠瓜，真可靠瓜。工会派五张，暴鳞龙没打过。嗯，之后再打吧，差不多了。休息了，十二点了，辛苦了，辛苦啦。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啊，本来今天没有要开，嘿，因为我想说，哦，好累哦，想睡觉。因为那时候七点半就跟小鱼他说，小鱼我想睡觉，我说哭啊，不陪他打殴打。然后我想说，好啦好啦，去宰一下 Overwatch， 然后就在开台前玩了一下啊，玩他们第一场赢，我进去之后场场失败啊。本来想说开殴打，可是小鱼说他去吃饭啊。好吧，我想说，那点开他们的台听一下，然后说什么今天小雨有事，团团不在家，然后就阿旺也不在，我说啊，有吗？那我去问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加，那就开台了。好啦，感谢各位，然后去睡觉了。哦，我不是很好呢，臭。通通拿去练啊！通通都是炼金的样子。哦，太多了。完了之后跟小鱼他们玩斗阵吧。感谢各位啊，也抱歉中间有断掉过，那我也没办法。我想说，我来吃个报酬金哦，就都断掉了，没人理我。好啦，大家晚安。这几天开也太多了，休息了啊！感谢哎、欸，要不是这几天开很多，我根本不知道你声音那么好听，好不好？我还把你当男生呢、欸。好啦，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大家晚安喽！啊，你明天上班开始要加油喽！克洛伊晚安，克洛伊晚安。